台上对着台下朋友，大家尽量都找到自己的座位都坐下来了。今天规则说明会之后要进行的就是称颂仪式。这边还没有那个衣服没有到位的，快大家都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，然后安静下来，我们的规则说明会就开始。好，运动员就坐，工作人员也各自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。我们大家一二三安静，谢谢大家的配合，马上开始规则说明会。好，赶快还没有那个就坐的朋友们赶快找到座位坐下来，安静下来，开始我们的规则说明会。我们请进行规则说明会的裁判来，请裁判张海刚，声音不用麦克，你定一下。好，大家好啊！欢迎各位来宾、各位教练员、运动员。今天我们呢，为了保证我们的比赛能够安全、顺利的进行，我们把规则简明扼要的进行说明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good morning. Firstly, I want to, this match to be a safe and fair one. So firstly, I'd like to give you a brief